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经本第六页，第六页倒数第四行二，这第二章啊，二十四章的第二章，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慈母真净色身。这是第三愿，四十八愿的第三愿。再往下看，32种大丈夫相，这是第四愿。下面还有端正洁净，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这是第五愿。后面总结啊，不取正觉。这就是如果阿弥陀佛没有能做到，他就不成佛。我们知道他成佛已经十劫了，48愿愿愿都兑现了，都圆满了。这个注解不多，我们把它念一遍啊。所有众生，所有两个字包括意思很广，参与法会的地位最高的有等觉菩萨，十方世界呢也有修小乘的，以及人天畜生恶鬼，这是所有众生，包括这么多类别。阿弥陀佛是真净色身啊，这就是第三愿呢，身习净色愿。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身体体质是相同的啊，阿弥陀佛是真心子母真心色身，我们每一个人去往生的，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子母真心色身啊，具足32相啊，凡是往生者与阿弥陀佛相貌相同，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血肉之身啊，血肉之身是生灭身啊，生灭这个道理现在的科学说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身呢不是一个好的身体。到极乐世界为什么无量寿啊，因为它不是生灭身啊，它是法性身，法性寿命是无量的，是不生不灭啊，每个人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体都是法性身啊，都没有生灭了，这真正叫无量寿，永远了脱生死了。那相貌呢也相同，与阿弥陀佛相貌相同，同具32种大丈夫相，
佛说这一句是随顺当时听众啊，当时的听众里面有不少是凡夫啊，凡夫执着三十二相啊，是人中相貌最殊胜、最庄严的啊，所以佛是随顺大家说的。而实际上呢，到极乐世界不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多少种呢？八万四千相好。啊，会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无比的欢喜，啊，没想到到极乐世界，这的身相是这么好，啊，三八万四千相好，一切世界众生果报不相同，乃至产生许许多多的烦恼。果报好的一生傲慢，差一点的呢生自卑感，傲慢自卑都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所以的生烦恼啊，发生的生烦恼啊。极乐世界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所以不会有这些烦恼出现啊，没有人觉得我骄傲，也没有自卑感的人啊，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得补充几句话，为什么我们要念佛，为什么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不也是挺好的吗？啊，有许许多多人呢有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究竟为什么来的？为什么你会生到这个世界来？生到这个世间来了之后有什么意义啊？这是许多人呢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有人问出来了，有人没问出来，他还没想到啊。听到别人呢有这个说法了，他就会有感动，哎，点头不错，我来到世间干什么？汤恩比波斯跟日本人的缘很深啊，他多次来访问过日本，在日本呢谈了许多问题啊，有记录，有出版的书籍，在市面上流通啊，日本的学术界对他很熟悉啊，就曾经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问这么个问题，他的回答也相当有智慧，他说活在这个世界呢有三桩事情，就是为了这三桩事情。第一桩呢是爱，他读过佛书，我相信在佛经这一方面呢他没有深入啊，他懂得，他对于大乘佛学非常赞叹啊，曾经多次说过
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那么由此可知，他对于大乘佛法有涉猎，有研究啊。那么他说这个爱，佛在经上说，爱不重啊，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这两句话很重要啊，啊，这是佛经上的啊。那么我们会到这个世间来，多因为情执啊，就是世间人所谓的爱。佛法叫情执感情啊。那么佛说的很好啊，佛给我们讲，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有四种缘分，他才会聚在一起。这四种呢，第一种是报恩的啊，过去生中这一定要知道生死轮回是真的啊，这些事情通通摆在我们面前，只要你冷静细心观察，你能看得出来，你能体会到啊，佛说的一点都不错。就过去生中在一起，彼此有恩惠啊，特别是父母跟儿女啊，这个孩子是来报恩的，凡是来报恩的一定很听话，长大之后啊都是孝子贤孙啊，也非常容易教啊，也好养啊，给父母不添麻烦啊，让父母先欢喜，报恩的。第二一类呢，跟这个相反的是抱怨的，过去你得罪他了，你伤害他了，甚至你杀害他了，他这次来干什么？来报仇的啊。这就是无逆不道的儿女啊，天天让父母操心，让父母受苦受难啊，就他来抱怨。第三种呢是讨债的啊，父母过去欠他的钱啊，他要讨回去，讨完了他就走了，如果欠的不多，你把他养的三年五载啊，他就过世走了啊，要讨债鬼，讨债的啊。如果欠得多的话，这一辈子都还不了，那个事情挺麻烦啊。等到他长大了，家里所有的产业都归他了，他对于父母的养父母他不孝啊，对待父母虐待啊，吃的穿的都没有丰满啊，换句话说，吃不让他吃饱，穿不让他穿暖，虐待父母不孝啊，这是抱怨的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级不一样，也是这四种缘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佛教给我们要有大慈悲心，把这些恩恩怨怨统统化解啊，化解成法缘啊，把这个世间的孽缘呢转变成法缘，一同学佛。
啊，将来呢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作主。这个号啊，无比殊胜呐！啊，日本做水实验的江本胜博士，给我也是好朋友。啊，我这一次来，他已经不在了。啊，往年我每一次到日本来，一定我们会聚会。啊，我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啊，我对他的实验很有兴趣。啊，这是科学，一门科学。啊，他标榜的是我们人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是恶，是邪是正，是谁知道？那我问他，他怎么想？他是偶然发现的。啊，以后几十年专门研究这一门课题，啊，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啊，曾经在联合国做过多次的报告。这个实验跟佛法有密切的关联。啊，所以我曾经给他鼓励。啊，协助他推广。我讲经的时候给他介绍。啊，证明佛常讲的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是大事因缘。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往往疏忽掉了。啊，那就是佛经上常讲的，这一切法哪来的？啊，许多宗教说，这个宇宙，啊，一切万物是神造的。佛教里都没有。那从哪里来的？佛说过了。佛说得好，现在科学家证明了，从心想生。啊，心想就是念头。所以起心动念不能不善。啊，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社会，天灾人祸，那社会动乱，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啊，有富贵人，但是他们也有苦，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没有安全感，啊，活得很痛苦。这是什么原因？佛说得清楚。思想不善，思想是所有一切万物的根源，一切万物都是从念头生的，思想就是念头。啊，这是佛法跟宗一般宗教说的不一样。啊，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跟相都是物质现象。所有一切物质，我们人身体是物质，从哪来？念头来的。
啊，这桩事情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他有很详细的报告，跟佛经上所说的一样。啊，他们科学化废了400年，一代接着一代研究，到最近20年才搞明白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把它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比科学的报告讲的还详细。啊，所以今天许多科学家对佛法是另眼相看了。啊，我的看法是20年顶多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是什么？全世界都承认高等科学，佛教是科学。啊，我年轻的时候学佛是跟一位哲学家方东美先生，啊，我是跟他学的。啊，他告诉我，根据他一生的研究，他不认为佛教是宗教，他认为佛教是哲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最高的哲学。啊，我从这里入门的，那现在我学了64年。我学佛到今年64年，啊，64年我所得到的结论，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啊，所以许许多多人问我，佛法是什么？啊，我的答复很简单，佛法是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它不是宗教，它不是迷信，它教些什么？普世的教育，也就讲汤恩比所说的大乘佛法能救全世界。它用什么？用伦理教育，用道德教育，用因果教育，这3种是普世教育。啊，可以达到中国古人的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做到。再向上提升呢，是高等的科学，高等的哲学。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讲经教学49年，他讲的是什么？就这5样东西。啊，伦理、道德、因果、科学、哲学。人生活在世界，啊，汤恩比所说的第一个是爱。我们明白了，人应当要爱人，爱人就不可以害人。啊，爱人是功德，害人就造罪业了。啊，你能够爱人，这叫善。啊，修善，你要害别人呢，那你叫造孽了，造恶业了。啊，善恶有果报的。啊，善业，将来往生3善道。啊，如果是害人，损人利己，啊，起这种念头，干这种事情，来生的果报是3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啊，地狱、恶鬼、畜生，3恶道。人天、阿修罗叫3善道。3善道、3恶道是自己造的，自己的，你看，善行、恶业，感召的嘛。
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环境和无论是善是不善，都要明白这个道理，不怨天不尤人啊。怎么样改善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改变了嘛。那真有效啊。啊，我们造作恶业，求佛菩萨饶恕，求佛菩萨为我们改变，那个靠不住。为什么呢？那我们自己一生的际遇不是佛菩萨造的，与他不相干，与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个有关系。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然后告诉我们，你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啊，所以学佛之后，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起心动念善，绝不有恶念。啊，我们真的把境界转过来了。啊，今天这个社会100%了，古圣先贤所说的呀。业报啊。啊，纵然富贵，贵不安，富不乐，你说有什么意思？啊，什么原因呢？念头不善啊！念头从哪里生的？从自私自利啊！今天我还看到一份从国外来的报告啊，讨论办汉学院这个问题啊，外国人教学理念是人本主义。啊，人本主义主义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自私自利，叫人本。啊，今天这个社会之所以动乱，地球灾变这么多，就是自私自利所感召的，还搞人本主义还得了吗？啊，那么佛是叫什么？佛是叫大同主义，那不是人本主义。啊，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一体。啊，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啊，慧能大师说的最好，说的最简单。啊，他开悟了，开悟说明心见性，这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开悟是平等的，是同一个境界啊，就是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啊，彻底明白了啊。这是汤恩比第二个事情，第二章讲的啊，他讲人生活在世间三个意思。第一个是爱，第二个就是知识啊，就是要提升自己的知识，认识宇宙的真相啊。第三个意思是创造啊，创造什么？要创造天堂啊，不能创造地狱啊。人本主义的创造是地狱啊，将来如果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核武战争、生化武器战争，这个战争就是人间地狱啊，人本主义流出来的啊。佛是大慈大悲啊，大同世界，大同世界的落实
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看南大师告诉我，他开悟的时候，他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相同。最后一句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没有想到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能变现出这个宇宙。宇宙一切万法从哪来？是我们自信所生的。所以你要见性了，自信所生的哪有不明白的道理啊？见性之后什么都明白了，不必要学，全明白了啊！所以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彻底的觉悟，就是大彻大悟，以这个为目标啊，没有达到彻底觉悟，至少也大悟啊，彻悟是佛，成佛了，南大师成佛了。没有彻悟是大悟，大悟是菩萨，小悟是阿罗汉。大乘教里面佛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信心，要相信。佛说得很好，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要承认我们跟佛没有丝毫差别。差别在哪里呢？佛觉悟了，我们没觉悟，差别在此地。那佛为什么觉悟？佛把一切假的放下了，不放在心上，他觉悟了。我们今天把一些假的放在心上，真的完全不知道，叫迷惑颠倒啊，把假的当作真的，天天就追求，到最后追求到地狱、魔鬼、畜生，这个东西出现了，错在这里啊！那么今天学佛的人很多，真正佛法的利益，得佛法利益的人不多，这什么原因？佛在经上有一句话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佛法要没有人跟你讲，虽然你有智慧，你也没办法理解。这意思是这样的。什么人说呢？要开悟的人说。古时候上台来讲经都是开悟的人，不开悟的人不能上台讲经，不能著作，要求的标准很高啊！上台讲经的小乘他也有小悟啊，他真悟了，他不是假的啊！真悟起码的条件是吧，真正认识自己的身不是我，这奇怪了，身不是我，什么是我？有真我。真我是什么？整个宇宙是我，那就对了。慧能大师这个话才讲得通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我所生，是我所现的。那能现的呢，这是我啊，所现的是万法了，万法跟我什么关系？一体啊，这个心量脱开了，不再想自己了，起心动念想什么？想天下人，想全宇宙啊，佛是想全宇宙啊。小悟，小悟就是阿罗汉啊，须陀洹到阿罗汉，
他们起心动念是想整个人类，啊，在地球上想这个，啊，那个大彻大悟，他所起心想讲的是变法界虚空界。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这么大的心量啊，叫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大彻大悟。啊，介于这当中是菩萨。啊，菩萨放下比阿罗汉多，智慧比阿罗汉大，比佛比不上。啊，佛教的修学，这个学习是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学了之后，它马上就管用。啊，为什么呢？你日常在生活当中念头转变了，不再自私自利了，啊，自己的烦恼就没有了。烦恼轻，智慧长，啊，不生烦恼，生智慧，啊，放下一切不善，善与不善都要放下，把习气也放下。这就真心现前，真心生智慧，啊，烦恼是妄心，妄心生烦恼，妄心它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啊，能变的。佛经上的术语叫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佛说的好啊，我们眼前的宇宙，我们所受用的这个世界，是心性，是变。啊，没有真心，不会现这个相，相是真心现的，但是起作用啊。完全是阿赖耶，阿赖耶是迷惑，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阿赖耶，啊，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识，啊，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摩那识。这叫妄心，相宗讲八个心，八心妄啊！啊，阿赖耶是根本，阿赖耶就是迷惑，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全都搞假了。啊，摩那是执着，第六意识是分别，还有。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前五识的作用照见，它不会分别，所以眼能看，眼会不分别？不会。分别是第六意识跟眼识联合在一起起作用，啊，如果再跟第七识联合起来，不但有分别还有执着，啊，那阿赖耶呢，阿赖耶把这些资料全部收藏在那里头，像仓库一样。啊，阿赖耶叫藏识，藏就是仓库、资料库啊，所有一切这个落下的影子，通通都在阿赖耶里头。我们昨天干什么事情，一想能想起来，为什么？资料库里有档案，我这一想，档案调出来了。啊，那就昨天情形，前天情形，你还记得的，啊，所以它是资料室，啊，它是仓库，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把这个东西当作真心，称为人民人本主义，这个麻烦可就大了。
啊，迷的人多，悟的人少啊。说法很难的，大家不相信啊。啊，好在今天科学技术发达，科学有一部分证明了，我们拿来举例子，啊，大家相信。啊，如果没有这些证明，真难讲。啊，到什么时候能相信呢？你必须要亲自证得，要亲证。啊，证得了你就相信。啊，证得要放下，就是刚才讲了，善与不善都不放在心上，你才有能力证得。为什么？这个东西是障碍，障碍了我们的悟门。佛法的修学秘诀真简单的啊！我是26岁学佛啊，运气还算不错啊。春天听方东梅先生讲课，跟我讲佛经哲学，应该是在夏天，在秋天。我认识张家大师啊，同一年，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认识张家大师。那我们第一天见面，我第一个问题向张家大师请教，那我说方老师告诉我，佛教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哲学是智慧。我说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能让我们很快就能达到这个境界？我提出这个问题，大师看着我，我也等他的开示。我们两个对看，看了半个多钟点，他一句话不说，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半个小时，浮躁的气息大概没有了，人定下来了。啊，张家大师教人，一定是心完全定下来。有一丝毫浮躁的习气，他不说话啊，所以跟他在一起两个小时，能说10句话就很多了啊，完全在定中啊。为什么？你能得受用，你真听进去了，你一辈子不会忘记啊。现在浮躁的时候，这二天那就出去了，不管用啊！啊，不懂得他说的意思，这是真的。啊，这种现象在这几十年当中深深体会，所以现在找学生很难了，学生找老师也难了，到哪里去找？啊，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心情是安稳的，永远保持在安稳，他才有资格学佛。啊，浮躁的心没用啊，佛来跟你讲都没用处，你听不懂啊。你听到他的言语，言语里头的深深的密意，你完全不了解。啊，所以我等张家大师开示，等了半个多小时，啊，聚精会神在等待。啊，半个多小时之后，大师说一句一个字，有，啊，这一有啊，我们的精神马上提起来了。啊，他又不说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的
浮躁的气提起了，不讲了。啊，这又过了七八分钟，啊，第二次定下来了，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告诉我，从初发心到成佛，就是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像走楼梯一样。哎，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你才肯放下。放下之后再看破，看破之后再放下，这样子从初发心到无上菩提。就是这个方法啊，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为什么不早说，要等那么久的时间啊？这个道理很少人懂啊，不是真正把浮躁放下，真心现前，用真心去听受啊，去听去接受才得利益。心浮气躁，跟他讲再好的东西啊，当时听到就很欢喜，下课就忘掉了，没用啊。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学佛的条件要老实，要听话，要真干啊，真干他得受用啊，如果他不老实，不听话，自己成见很深，啊，不相信佛经所说的，那就难了，一生都不得其门而入，这种人太多了，我们见到很多，啊，几个人用真心，用真心，不是说我学佛听经用真心。我待人接物用妄心，那是假的。啊，用真心，日常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处事都用真心，学佛也是真心，你才能入得进去。啊，有夹杂着一丝毫虚伪，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不能入佛法，你就造业障。啊，业有善恶，善业三善善善道，恶业三恶道。恶业不能造，善业也不能造。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啊，那怎么办？断恶不着断恶的相，啊，心理上没有断恶的相。修善没有修善的相，什么方法最好修呢？净宗最好修。我们心里要什么都没有很难的，他有妄想啊，有杂念的，止不住啊！啊，净宗用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念头不起一句佛号，念头起还是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之外，善恶念头统统把它念掉，只有这一个念头，这叫净念。这个净念虽然不能帮助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话这个念头也没有才行，但是它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帮助你亲近阿弥陀佛。在这里不好修，再换个地方，换到极乐世界去修去啊，真正功德利益在此地啊。阿弥陀佛那个环境让你所有的念头生不起来啊。为什么呢？你阿赖耶里都有习气没错，但是习气没有缘不起作用。极乐世界没有缘，极乐世界没有一个恶人，没有一个你讨厌的人，你都欢喜啊，你的嗔恚生不起来。极乐世界一切受用
随心所欲，想什么有什么，没有贪心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贪心啊？资源太少了，很不容易求得了。极乐世界什么念头一动，它就来了。所以你没有操心的地方，没有怨恨的地方，没有贪婪的地方。你说你要贪黄金，极乐世界黄金铺马路，你们有没有说哪一家贪图铺马路的柏油，家里堆了一堆，有没有这些？没有。为什么？它太多了。你贪图珠宝，极乐世界珠宝是什么？做建筑材料。所以到那个环境里头，你的贪嗔痴慢疑都生不起来。好修行啊。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阿弥陀佛干什么事情？弥陀经上说得好，经现在说法。说法没有中断的。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见到阿弥陀佛了，你就到阿弥陀佛大讲堂。大讲堂那个位置上有你的名字，往生莲花有自己的名字，坐席位上也有自己名字，不会做错。我们这里动念真心求往生，讲堂就有名字了，莲花也有名字了，不会搞错的。进讲堂，我们你看，从凡夫带着许多业障去的，待业往生。什么时候离开讲堂呢？成佛了。不成佛不离开讲堂，离开讲堂就成佛了，就毕业了嘛。你一定要感觉到奇怪实际上极乐世界殊胜，你不知道，极乐世界的人不要吃饭，吃饭太麻烦了。那他不需要这个东西，他的身体不是血肉之躯，不要这些养分的。他用什么养分？清净心。清净就是滋养他的身体。不需要睡眠的。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一片光明。他只有白天没有晚上，没有黑暗。整个世界都放人身放光，树木花草放光，楼台楼阁这些都放光，一片光明，没有黑暗，所以它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什么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毕业了，毕业就离开讲堂了。离开讲堂到哪里去？设放世界，随缘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这是义务，我们应该做的。他还有殊胜，殊胜就是他去拜佛，设放一切诸佛刹土，他念头想到，人就到了。拜佛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修慧呀，佛慧双修，修福修慧从来不会间断。所以到大彻大悟，最后达到究竟觉，极乐世界的好处啊，知道这些好处，对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留恋了。没有留恋了，真心就流出来了。为什么会有妄心？妄心是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念，有贪嗔痴慢疑，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无始界到现在根深蒂固，想放下放不下，自不知不觉它就冒出来了。道理在这里那大乘经这么多，我们想真想学佛学什么？一部经就够了，一部经通了
一切经都通了。一部经没有通，不要学第二部经。为什么呢？怕搞杂了，搞乱了，心杂了，心乱了。啊，这就是障碍我们开悟之门。啊，所以放下。要真放下，放下决定占便宜。啊，不会吃亏。啊，放下财富，你会得更多财富。放下妄想，你得聪明智慧。啊，放下寿命，你得的是无量寿。天天不要去想这些东西，只想一个佛名号，阿弥陀佛。你天天想这个，就不会有错误啊！啊，所以经中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啊，无量寿经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这一章，这一品经，第六品，48愿。我们再看下面第三章，我诸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啊，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有人教你，你自己就明白了。明白什么？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在哪个世界，在哪一个环境里头干些什么，你全都知道了。啊，这也是我们很想知道的。啊，所以，对我们有恩的，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看见他，他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个世界？那叫佛度有缘人吗？你看到他了，你就会帮助他，你就会救他。啊，跟你有怨恨的，这个时候怨恨也化解了，他很可怜，他为什么做那么做错事情？他对你不认识啊，把你当个坏人。啊，他要是搞清楚搞明白了，他会生惭愧心，他会忏悔，所以你一定原谅他，你也会帮助他。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分别心。啊，真实慈悲统统现前。这知道宿命。底下一句，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动识是天眼。啊，这是什么？这自己，我自己生生世世干的是善事是恶事，全看到了。啊，彻天是天耳通，不但能看见，而且能听到。知设方去，去是过去，来是未来，现在至死。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十方，生生世世事情，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完全明白了。啊，这是宿命通愿、天眼通愿、天耳通愿，不得是愿，不去正就。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得到啊。六种神通具足，六种神通是我们的本能啊，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段小注，我们把它念下来：一切世界众生，若修不到相当程度，则无法达到
俗命、天眼、天耳等神通境界。有些人有，是他修得的，没有的是因为他有妄想执着而丧失了。六种神通就是六根起的作用，我们有眼根，眼能见，耳能听，鼻能闻气味，舌能辨味道酸甜苦辣咸，意能分别，第六意识，身能够接触，这五种能力是没有局限的，我们凡夫有局限，为什么有局限？是因为你有妄想执着，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样的把我们的本能局限住了，我们也能看，但是隔一张纸就看不见了，我们的窗帘拉下来，外面就看不见了。真正眼见的能量呢，是没有局限，不要说纸，一座山在那里，山里面是什么，山那面是什么，全清楚啊，没有局限的，个个都有这个能量，这个能量跟佛跟菩萨是完全相同，没有两样，为什么不恢复自己的能量？就是因为眼见色，耳闻声，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迷，就起障碍了，就起局限了，你就看不到了，就听不到了，也闻不到了，那么更严重的，从起心动念呢，就升起分别，从分别升起执着，这个速度非常快，频率太高了，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得了。修定是什么？就修这个。我眼见色，耳闻声，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的禅定，这是佛修的。菩萨修的，菩萨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阿罗汉所修的就更低一层了，他不执着，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于是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人与佛菩萨阿罗汉差别在哪里。六道里面的众生，六眼耳鼻舌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有起心，有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叫六道凡夫。他有起心，有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小乘。从须陀环到阿罗汉，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功夫有大小不一样，越往上面去，功夫越大，功夫越深。初果不如二果，二果不如三果，三果不如四果。小乘有四果四相。有八个阶级，大乘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是住是行，这个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
52个阶级。52个阶级修什么？张家大师告诉我，就是看佛放下了，没有别的。啊，好像我们爬52层高楼一样，啊，楼梯上是往上爬，啊，放下底下一层才能爬得上去，这下一层不肯放下，永远爬不上第二层。啊，为什么？贪恋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结下了很深的情执，啊，所以他上不上去。啊，上不上去就会往下堕落。啊，下面就是三途。三途层次也很复杂。啊，并不是那么简单。出生都复杂。啊，恶鬼也如是。啊，地狱种类千千万万。不一样啊。你造什么业，感什么样的果报，啊，再告诉你，所有一些现象都是假的，就像做梦一样，啊，你心有所思，夜有所梦，醒过来之后，痕迹都找不到，真的是一场梦。我们现在六道轮回这场梦，六道轮回梦醒过来，还有设法界一场梦，啊，设法界在醒过来的时候还有一层梦，啊，那个梦是什么？习气，啊，烦恼是断掉了，烦恼习气在啊，习气要断干净啊，才能回归常寂光，那才叫大圆满啊，啊，彻底圆满，啊，所以清净心起作用就是神通，啊，我们今天修佛。主要知道学什么，第一个目标就是修清净心。我们这个经体，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起，前面一半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报，是极乐世界，啊，大乘是智慧，无量智慧，无量寿是福报，福报再多，第一个福报是寿命，如果没有寿命，再多的福报你没办法享受，啊，寿命是第一个福，啊，庄严，啊，那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阿弥陀佛清净平等觉变现出来，我们今天到极乐世界也要修清净平等觉，啊，所以念这句佛号，有人念到真往生，有很多人念佛没往生，什么原因？功夫不到家，什么功夫？清净心是第一个条件，啊，清净心没有妄想了，没有杂念了。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必定生解脱。啊，清净是我们净土宗讲的功夫成片，心清净。啊，也就是说，我念这句佛号，从早到晚，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行住坐卧都是一句佛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个叫清净心。有这个功夫，通常也可以说肯定阿弥陀佛会跟你见面，你真的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啊，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到你寿命终了到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往生，那就是受记呀。
等于受记成佛，所以你很快乐。为什么？阿弥陀佛信息送给你了，你跟他接上头了，你知道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聪明人见到阿弥陀佛抓住不放，机会太难得了，向佛求，求什么？求往生，我现在就去，我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会答应他，会告诉他，跟他约定，或者是七天，或者是三天，他带他往生。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看《往生传》，看《净土圣贤录》，那个里面一半以上都是这种情形。否则的话，你看经上记载的，三年就往生。难道那些人个个寿命都是三年吗？这讲不通啊！二是什么呢？佛给他约定，他就走了。这才能讲得通，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等人，受佛的嘱咐，佛劝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为什么？世间人太苦太可怜，你要帮助他，你修得很好，你要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给学佛的同学看，给念佛的同学看，叫表法。像前年往生的海鲜老和尚，他就是表法。他前年2013年一月往生，112岁。我看了他的光碟，看了他的一些文字档案，我看了几十遍，不是一遍两遍，看出他念佛念到功夫成片，我估计他25岁左右。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对人对事他用的是真诚心恭敬心。印光大师讲，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这个人是十分诚信。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念这一句佛号，3年5年功夫就成片了。那么他没有往生，这佛不让他去，叫他住世间表法。他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提升到四一心不乱。需要多少时间？5年到10年，肯定得到，那就是30岁左右，他能达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阿罗汉境界，6种神通就具足了，他有神通了。那么再提升到理义心不乱，也不过是40年。那40岁以后完全是度众生，所以他给我们表法了，对我们的意义很重要。第一个，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看到极乐世界，他见到阿弥陀佛，他一生见多少次，他想见就行。我的估计的时候决定不止10次。所以他的话我们能相信，他不骗我们，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不是假的。
啊，这是从总纲领上说。那从实际上修行来说，他给我们证明，我们今天选择的经本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是佛说的，没有一个字是假的，给我们做这个证明，我们要相信啊，不能听别人的谣言。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是正知真见，他用了83种经文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啊，正知真见。第二个为我们作证，第三个给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啊，20多年来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部注解来学习是正确的，没有走错路啊！将来个个都会有成就，我们要有信心，要有愿心，永远不退转，我们决定有成就，为我们所证的。这就是最后他见到这部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啊，这本书是什么？这本书是弘灵法师用了10几年的时间把它编成的，也就是我们净宗遭遇到这个困难，海内外许许多多人批评说这个经是伪造的假的，让许多修了很多年的同学听到这些言论信心动摇啊，把这部经舍掉了，去找康僧开的本子啊。这是阿弥陀佛嘱咐海贤老和尚捧着这部经书照一张照片给大家人做证明，没错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所以他见到这本书第三天就走了啊，这个老人也表演给我们看这一句佛号对我们现前的利益能够叫你活在这个世界快乐，极乐世界快乐吗？你也会很快乐，活在这个世界啊，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你看你多快乐啊！这是给科学家做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他的心想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第二念的。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心里只有这一念，这一念里面能生无量智慧啊！我这么多年来啊，我这个人也是老实听话真干，但是分数不够标准啊，也算不错了。我能打多少分呢？我自己给自己打30分啊，古人都60-70分了，80-90分了，我只有30分。但是今天能找到30分的人呢就很少了啊，应付许许多多这些事情是小智慧
啊，我没有彻悟，我也没有大悟，小悟有。啊，不问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一句阿弥陀佛。问我的时候，我还都能答出来。啊，还没有碰到有一问题提来，我没有办法解答。啊，还没有。那是小。啊，我们可以说一句真实话：三宝加持，祖宗保佑。啊，我们只有一个真诚心，对人、对事、对物，啊，没有虚伪，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万缘放得下了，你才会自在，你才会快乐。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一章经里头所讲的神通是真的，我们有，不是没有。啊，为什么丧失？就是因为有妄想，有杂念，还有欲望。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么乱，灾难这么多，能不起心不动念吗？啊，真的，最好不要起心动念，但是不能不问。问怎么？问归问，也没有起心动念，就是心上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并没有把阿弥陀佛丢掉，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啊，这个不可以，这是决定错，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啊，所以。有缘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没有缘就不要勉强。为什么？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不帮忙还好，越帮忙反而加重他的罪业，那就错了啊！所以不能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也就是如何不加重，不要给他有造作罪业的机会，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虽然没有去害他，啊，但是有一些方便与方法，他晓得之后，他去做，他造业，啊，那他受的果报更苦，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啊，这就是慈悲，这就是爱护一切众生。啊，众生没有智慧，看到这是好事啊，好事里头有过失啊，你们有这个功夫，这个果报要承受，你没有办法离开果报啊，那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还是专心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念佛求生净土。现在念佛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就自然得到这六种神通。真正念佛人用一心无杂念，一句佛号就将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心同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是离究竟苦，永远离苦。升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
永远得乐了，不再受苦。啊，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行，啊，行同阿弥陀佛的行，神同能力，哪有不同阿弥陀佛的道理？啊，决定相同。阿罗汉的寻命同，只能知道过去五百世，这有局限。啊，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过去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现在哪一道通通清楚，救度他们太容易了，不难了。啊，动识是讲天眼通，彻听是讲天耳通。啊，他们说什么，通通听到。佛不度无缘之人，只要有缘皆可得度。这个缘就是信不信，信就有缘，不信就没有缘。不怀疑有缘，怀疑就没有缘。啊，所以有缘无缘不在佛那一边，这个要记住，是在众生这一边。啊，我们将来度众生也是如此，啊，他相信，他欢喜，他有缘，这就有缘。你给他讲，他不能接受，不能相信，那就不必多说，啊，多说生烦恼，这就没有缘。啊，这叫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么有缘，一定要把这个念佛法门传授给他，他的机缘到了，他能信，他肯发愿，他肯念佛，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十方指空间，过去、现在、未来指时间，时间、空间没有限制，无论大小事情全能知道。啊，这一句话很重要。重要在哪里？我们起心动念，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佛菩萨全知道，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十方世界去往生，生到极乐世界都有这个能力，他们都知道，你能够瞒谁？只有自己欺骗自己，不能欺骗别人。啊，这个道理江鹏博士实验成功了。啊，他是谁知道？啊，在我们喝的水呀，谁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美国有一个用意念治病的一个医生，修兰博士，他到香港的时候来看我。啊，我听到有这么一个人，啊，我接待他，我向他请教这个用意念治病，不要用药的，没有药物，也不要打针，啊，也没有推拿。我问他，你根据什么道理？他告诉我，清净心。那用什么方法？他治病只需要知道他四桩事情：第一个，他的姓名；第二个，他出生年月日；第三个，他现在住的地方；第四个，病历，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病历。他只要这四样东西，病人可以不用见面。啊，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他就能医好他。啊，而且都是疑难杂症，
都是医院宣判死刑的了，不能治的了，来找他。啊，他治病的时候，就自己有个小房间，观想。啊，把病人跟自己想成一体。啊，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想成一体。啊，治病的时候，把带着病毒的细胞帮助他恢复正常。啊，他把精神集中，就观想，用禅定功夫。啊，四句记，啊，就是他表现的在外面的方法。第一句，对不起。啊，自己对不起自己的病毒的细胞，我不小心让你染上病毒了，对不起你，请原谅。啊，对方就接受了。啊，跟他合作来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就是把杂念、错误的念头统统放下。啊，然后谢谢你。啊，对着病毒的细胞说谢谢你，我爱你。四句。啊，时间呢？半个小时。啊，房间关闭，外缘杜绝，啊，自己在里面一天做半小时，30天，连续30天，一个月，自己这个带着病都没有了，对方就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他治好几千人，啊，完全用意念的，所以他表演给我们看。我让我们家里一些同学为什么好好的学，为什么真有灾难来的时候医院没有了，医药没有了怎么办，这个方法有效。啊，可以治自己的病呢，也可以治任何人的病。啊，他自己一生做过几千个案例，那是真的事实，它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啊，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道理就这句话。啊，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完全随着我念头转，所以我们的念头要正，正知正见，啊，念头纯净纯善。地球上的灾难就没有了，啊，社会就安定了，天灾人祸都可以没有了，所以正念多要紧。正念是什么？清净心，清净心，平等心，生存念头是正念，所以无量寿经对我们自己的受用太大了。你能真正好好学，保证你一生身心健康，不生病啊！啊，海鲜老和尚112岁，头脑清楚，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啊，不需要人照顾啊！啊，还要照顾好多别人，啊，走的那一天是晚上走。白天还做一天工，啊，他们种的一个大菜园，他在太原菜园里整地、翻土、啊，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啊，黄昏的时候，有些人看到他，说老和尚天黑了。可以收工了，他跟人说快了，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干了。没想到的话双关语，没有人听出来，
那天晚上走了，欲知实质，一个月前到他同参道有朋友到处去看看，慈心见最后一次面。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能不相信吗？啊，所以我劝同学，海贤老和尚光碟，一天要看三遍，每天不要去，一年看1000遍，一天念10000声佛号，我们往生就有把握，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一点都不难。啊，就是要有恒心，要真干，对这个世界不能有丝毫留恋。啊，有缘我们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没有缘别去找麻烦。啊，去找麻烦错了。啊，所以秀兰博士这桩事情，这是用现代科学来给我们作证。啊，他这一套治病的方式是夏威夷土著，啊，也是7000年前传下来的方法。啊，他是加州人，他不是夏威夷人，他到那边学来的。学了之后很有效，所以他就专门做这一桩事情，到处普度众生。这个愿里面告诉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神通的能量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无论大小事情全能知道，因为清净心像一面镜子，通通啊都照进去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下下品往生也有这个能力。啊，其他经典所说的八地菩萨才能得到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如相信此法，把我们一生的烦恼忧虑牵挂一起放下，一心专念，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一心专念，念上3-5年必有成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能品位很高啊！啊，我们再看第四章，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无过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习之，亦乐由他，拜前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这是48愿第9愿，他心同念。他心是别人心起心动念，他知道。那我们看小注，十方世界众生无量无边，我们起心动念，西方世界的人通通晓得，我们的心一动，他们看得到，我们的言语他们听得到，他们能听懂，
你想到西方，他们知道。你的言行如果不一致，他们也知道。所以绝对不能自欺欺人。这句话记住。为什么？自欺欺人是造作严重的罪业，障碍你往生。佛菩萨都围绕在我们面前，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能常常如是观，我们的净业净业能很快成就。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对自己那个念头要管好啊，决定不能有不善的念头啊！不要以为人没有人知道，佛菩萨知道，修兰博士告诉我，桌椅板凳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墙壁知道，鬼神知道，你能瞒过谁？只有自欺欺人而已。啊，透明的，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啊，一定要晓得，这是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经里头理太深了，但是事情非常明显，它就摆在我们面前。啊，底下一章与这上面通通有关系，就是六种神通。啊，第五，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诺由他，拜前佛刹，周遍巡离。这一段是神足通言。下面这一句，供养诸佛者，是遍供诸佛愿。法藏已经成佛了，那这些愿呢，都圆满了。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真正往生，神通广大，跟佛没有两样啊！啊，神足，神奇超越常识，之为神。足是满足，是圆满。除前面所说的五种神通之外，其他的通通都包括在这一条。啊，通常讲变化莫测，都属于这一条。由此能力，才能随众生之意念而助其人，如普门品中随类化身。啊，你真有这个能力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还得投其所好。他喜欢什么身相，你能现什么身相？他喜欢菩萨，现菩萨身；他喜欢罗汉，现罗汉身；他喜欢天人，现天人身。啊，随对方的意乐喜好，为他现身说法。
啊，说法也如是，说什么法？没有定法可说。啊，他喜欢什么法，需要什么法门，就给他说什么法门。啊，他听到一定欢喜接受，一定能够依教奉行，啊，达到教化众生的目标啊。啊，遍供诸佛这一愿也非常重要。啊，以现代的话来说，超越时空，一念之间，这是时间之短。虽然短短的一念，我们起心动念，它就能变到，啊，就能到达。到达十方世界，啊，去教化众生，接引有缘的人，他到十方度化众生是化身去的，在讲极乐世界的人，啊，自己的真身呢还在讲堂听讲，没有离开座位。啊，他有能力，他的天眼能够看到变法界虚空界。啊，过去生中跟我有缘的这些众生，啊，无论是善缘还是恶缘，统统看到。这个时候，善恶的念头都不生。平等心现前，平等心对待一切有缘众生，难得了，太殊胜了。极乐世界好，应该要去，不去那个损失太大。啊，这个缘太难得了，啊，所以像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看清楚，好好的记住，真正发现，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这一生就有成就，啊，所以菩萨都生，有应身，有化身，应身是来投胎。在这个世间跟大家一起住个几十年，啊，化身是来一次，完了之后就不见了，就没有了，这是化身，啊，这化身很多，啊，后面呢，这还有个故事，这个故事我留着下一次给同学们来报告，啊，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